Framy 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，让我们可以制作出富有情感的动画及表情丰富的角色，让我们轻易的使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创作出电影一般的效果，融入在你我的生活之中，并与照片影片互相结合。 Framy 不仅仅只是制作影片的工具，社群亦可以将你的感受轻易的转换成一个抒发情感的空间，将这些动画开放成一个专属的动画频道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以分享您个人的故事，与朋友一起共享快乐的时光。 Google 借由纵观 Google Play 中所有 App 的经验，在功能设计上给予 Framy 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及想法，而 Google 目前全力推广的 Material Design 及设计的概念，更是让 Framy 有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及简洁一致的操作流程。在 Framy 开发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使用了 Google 的服务来协助改善及加速我们的开发流程，例如 Stage Rollout。 由于 Framy 有许多创新的功能及设计，透过 Stage Rollout 帮助 Framy 将这些新的功能设计、界面及流程的改良，先针对少部分的使用者试出这些有改动的版本，最后再根据这些使用者的使用心得及回馈，持续改进有问题的部分，最后再进一步的将这些版本试出给所有使用者。Stage Rollout 对 Framy 想要推出实验性的新功能特别有帮助。 Framy 也使用了 Google 的 Cloud Test Lab， 利用该服务具有平行测试的特性，我们可以针对各种资源的机型进行自动测试并取得测试结果，大大节省了测试的人力及时间。此外， Framy 在不同的硬体架构上，影像渲染的技术也透过该服务得到适当的调整，让使用者对 Framy 的效果更加满意。在 Google 众多的服务之中， Framy 也使用了 Google Translate 导入了自动翻译的功能，让 Framy 社群平台上数十个不同国家的使用者可以没有沟通的障碍，轻松的与其他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交流。透过 Google 提供的各种服务及协助，让 Framy 的用户评价能从 3.5 提升到目前的 4.1 分，对 Framy 的帮助可说非常的大。在未来， Framy 能将持续进步，并与适当的 Google 服务做结合，将 Framy 打造成一个更独特、便利、生活化的 App。